佘诗曼、张家辉、古天乐、吴镇宇同韩星、李承晚等星期一出席电影《使徒行者》首映礼，女主角阿佘以露肩蕾丝黑裙现身，不过都唔够着 deep V 裙嘅李承晚抢镜啊！连阿佘喺台上边都被逼企埋一角，不过李承晚就话只系配合角色造型咋。连日嚟佢哋都忙住宣传电影，阿佘就话喺内地遇上热情男 fans 啊，有一个男仔系有一个纹身喺佢身度，系我个样嚟嘅喎。你个样啊？我唔知佢系印水纸定系咩嚟噶？后屘系俾人纸嘅先，俾人喺边个部位啊？俾人捉咗出去出面。纹喺边度？喺呢度咯。讲到无线想拍电视剧《使徒行者》的续集，已经离巢的阿佘就话，如果原班人马都会考虑下嘅。原班人马就好啲咯，系嘛？因为观众都中意咁样。